早上有雾，很多人都是在这边住一晚。远处也都是雾。金鸡在烤面包。好吃吗？好吃。Amazing。现在雾气散了一点，要拉到这边来。这个需要绕一圈才能够加到油。这边是柴油，给女司机拍个小视频。给招一张干活的。看我。看我。我们今天女强人试一下第一次倒车。我们现在在龙虾镇旁边的营地，非常漂亮的彩虹。只有那一个最清楚。Rainbow。一望无际的沙滩的旁边就是房车的营地。它这边地，这个土是红色的。这应该也